以游戏和实验性格，过程中充满未知和无可奉告的秘密。梅尔丁来自英文音译，并将之延展为会见、遭逢、遗落、痕迹等发生在日常生活多元、繁复且动态的对话活动。这看似无意义与不可辨识的中英译，可能引发的揣测、联想或诠释活动，便如同对话的发生，必然涉及到语境与想象力，并朝向一种相互理解、感受的期望。另一方面，梅尔丁试图与马克思描述现代性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行对话。梅尔丁计划以游戏与实验性格，过程中充满未知，包含复杂的温柔、紧张，并指向无可奉告的秘密。透过对话的思考与形式实验，希望为对话美学、文化融艺、创作、展览、在线思维等面向开展出新的谈论空间，乃至为后殖民历程、亚洲现代性探索及台湾主体性困惑的我们，借由对话实验析理出自身在全球政经情势与文化政治网络中对话位置，以为未明的他者做出面对与展开对话的准备。法界新闻记者戴一荣台北采访报道。